小孩去了，俺能看到吗？哎，小孩，你这么大，你来干什么的？我说我来买米的。你买米干什么？我说我们那边没得米钱，要有计划呀。哎，计划才能买。我们没得计划。他说你父母呢？我就不愿意讲了啊。但是我心里酸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后来我就跟他讲实话了。我的我家的父亲母亲都被日本人杀的了啊。哦，我是个孤儿。你呢要投三个，我叔叔一个，我哥哥一个，他要三个。后来我父亲讲，我跟你去，我跟你去，把他们两人掉。我哥哥嘛那时才十六岁，后来就他走了，把我父亲带走。我姐姐啊，13岁嘞。我姐姐就躲到厨房那个菜里的，开头没早做，到时候到了下午到4、5点钟的时候，他拿锄头来锄了，乖了，我们看到锄害怕了，把锄头拿来了，出来再给他们拖走。拖到我们巷子前面，前面那些人家都走了，没得人。房子都掉了，待着在那个小灶头，灶头晚上不干了，到8、9点钟、9点钟以后才来讲，来讲我就哭。